지향하죠신나게狐狸，张嘴就来。应该请侯一总经理才对，恭喜啊，大经理！多谢队长，爱等进行宣布以后才准时啊。回哪里是要帮你到位啊？特殊公关。哎、欸，张司令，不理。张总，谢两拢知影，我要先叫英凯做业经理，你即马话变盘就变盘，是从办你好太烦。哎。公司拢还袂发布正式的人事命令，结果无人就先送回拿，要甲赵经理恭喜。啊，若是安尼，咱这间公司是我在经营，还是讲是某某人在经营？大叔对，这回拿去东航就好我的业绩。哦，所以若真正甲你升起来做经理，唔就拄好你啊东航拢要得着。原本我是交代潘特助啊，先把药回拿摕去单调，啊，不过伊等开会开完了后，再去处理药回拿，已经算是互你真有面子啊。安尼你也无管伊先。好啦，赵副理，若是你感觉我的决定你无管伊，甚至你感觉不服，不要紧，我还有一项物件要互你看。潘特助。是。个你涉嫌放火，这条你应该承认啊。大司令，这是诬告，这不是事实。是不是事实我唔知影，嘛无人会走来问法官。啊，不过那是有人走来问我讲是安怎咱公司的业务经理，今仔日走法院，请问我变哪回答？有人走来问我讲，是安怎咱公司的业务经理，今麦咧走法院，请问我要哪回答？那是当事会的人来问我，是安怎甲一个会放火、会冤家相拍、身上阁派官司的人升起来做业务经理，请问我对当事会要安怎交代？家长当讲清楚，拢会当解释。
卡经理遐尔好，无做咱公司的业务经理是咱公司的损失。好，赵副理，只要你用个花钱满意的交代，只要这条官司能处理好势，安尼公司业务经理这职位我都给你做。想让我这份快意公布的压抑，你这么写劝告我，还是记不过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那你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我想要劝告你，想让人叫我当署长的，是有人叫我当署长，还是你恶作剧当署长的？你哪里问我？你早就知影当署长，我要想我做业务经理，你搁甲恭喜，你哪不是咧踢球啊？都是心内有鬼，所以你才挑高一级点点。我的级点点，那是一种礼貌，是对你客气。还是讲你想要我回头回来，甲你问东问西，关心讲是安怎经历迄个位，你爬袂起哩？啊，你敢不是等到我离开看？我无坐到这个椅仔位，不是我爬袂起，是有人挑高位咧叫我后脚。倩倩，你做你的特助，我走我的业务，咱两个是互相无交差。卡叔，你也认为走业务真好赚？你想要跳过业务部，我嘛真欢迎你。也不过请你趁钱靠本事，不要用一些没进度的手段。我请问一下，我是用什么款没进度的手段？是我滚穿上底，还是我的衫领口穿上底啊？但像你讲的这样硬声，目不斜视，连我站在你的面头前，你拢会当开无喘气，嘴软无吞气。这么的哈，那呢我用搁较侪无正当的手段，对你来讲更好。嗯？你别叫是你把当时你对情对后，你就当对付别人，对着你想要爱的东西。原来在公司那整天吃饱营营够讲人营的话，小朋友都同样嘛。不过业务经理的话你坐不起。庄凯，你是有当署长夫人和你做不苦的人，结果你说我哪同样吃到这么轻松？说实在我看你很可怜的，也不过我也感觉当署长他没要让你做业务经理的决定是正确。阿姐啊，我根本无闲，计划若讲煞就会当走啊。